啊！那往拍到吼，规身躯痛到咧，啊，擦到顶吼，去应该往转咧一蕊一蕊的，顶吼我都惊。哎，头拄我甲恁讲过啊，讲袂听，即马要听歹听。袂啦。较大声咧。袂啦。哦，真大声，非常之好。好啦好啦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头顶的雷拢无去啊！哎，都丢嘞！哎，我拢无去啊！哎，我耳骨嘛拢未听，我嘛拢未听。哎，我去过嘛？哦，嘛是未听，未听。哎，兄弟，阿兰哦，今嘛紧跌来去，到无到时喏，佫行到上班哩，佫找无路啊啦！啊，看你阿爸敢计较。别走。你来起来啦！我感觉好真济啊，想要起来行行。搁再讲厝内底代志嘛，得予人做啊，接袂？你是咧惊阿妈无愿意哦啦？袂要紧啦，阿妈去前公司拜拜，这两天袂倒转来啦。厝内面的工课我再来看就好啊。你哦，应该到房间好好休困啦。天元啊，天元啊，是阿妈倒转来啊？袂要紧啦，你到房间休困，我来看卖咧。阿妈，你回来啊？你吼，我吼才两天无踮咧厝内面啦，啊，你著规天安尼秘咧房间诶，安尼敢像一个查甫人是？阿妈，你误会啊啦，迄明珠人咧无爽快，我毋才留到厝里照顾伊。哎呀，我活到遮尔侪岁啊，啊，搁有法度通去庙诶拜拜，伊安尼七少年八少年，啊，规天袂输敢若破病家啊咧，哼，做人诶心不甘才好做呀。哪呢哦，我嘛歹做阿妈啦。阿妈，你都莫生气啊啦，啊无吼，等你若较爽快咧，我才叫来甲你请安啦。唔免，我无遮好命。阿妈，啊你毋是讲要去庙里几工，啊哪提早倒转来？前公司吼，过两工啊要举办着皈依寿诞法会啦，啊我专工倒来要带你斗阵来去皈依。我是想要甲阿妈去啦。也毋过，民主人咧无爽快呢。嗯，我著知哦。迄某若娶落去吼，连阿嬷的话都无要听，甚至拜佛做的代志哦，你著较提示。阿嬷。阿嬷。天元，我当家己照顾家己，你对阿嬷去啦。也毋过，难得有这种机会，你嘛当加陪阿嬷。阿嬷，你会当放心做恁去啦。好啦，天元啦，无咱紧来去。迄报名的人是偌济呢呢，咱爱两早来去，吼，行行行。好啦，行啦行啦。哎，我只来行啦。信书哦，都来咱刘文熙参拜哦。哎，那恁这陈悠悠都可可啊！想讲，拄啊起的一间佛寺，会当这么啊兴旺，确实无简单。人个哦，老小姑娘讲哦，人个哦，进公司的主持哦，是本初无法的化身嘞。咱有法度得到伊大欢，无就咱会得早日成婚哦。啊？
早日成婚啦！啊，早日成婚，哈尼简单啊！那如果是安尼啊，咱唔免受过哈艰苦，是我清楚。嗯，火车来啊！火车来！火车来！火车故意要来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你袂认得我是？你是？这尔神秘的神秘婚，伊就知影，反倒倒来是啥我所查唔出来。看伊安尼金光闪闪，随机千条，应该是佛门的弟子。啊，不过感觉就真奇怪呢，一定有问题。那无，徒弟啊，你这样咧戆神戆神，第一十四点十四点几点上？哎，无啦。我也是咧，讲这个花生吼，安尼场面吼摆到这大阵啊咧。嘿，这个有影咧，迄种正吼做花生，咱做个场面安尼这大吼，做这花生吼真期待哦。敢是这样？总有一天吼，你一定像伊安尼啦。我吼，毕竟吼，精神上甲你支持吼。讲得非常之好。毕竟啊，你讲话吼越来越实在啦。哎，叔兄，好了，免看了，免看了，你搁看，你啊添油的钱啊，就变成你的裤袋啊，行啦，行啦。啊，无恁这是要倒？找珍珠啊！你不是讲我帮你找到这个前公司，你就要帮我来找红珍珠？嘿嘿嘿，哎，要找珍珠吼，迄恁家的代志，迄跟我无什么关系哦。啊，恁叔兄我哦，即摆过来四界查访民情，他了解一下，看这个吼花香到底有啥物力量，会当吸引遐尼多迄个信众啊。就是喏，我家己这波学起来，得当来练武士，安尼遐点名香我就冒死啊。就是这，你要查访民情哦。嘿。你敢袂记哩？咱顶一届吼，唔敢问人路，啊，对着后壁偷偷行。我拍到咧，全躯疼到咧。哎呦，我这届哦，我唔敢对你去哦。哎，对，有钱吼，你上乖啦。我们吼不要理他，我们去拄着妖怪，我们咧吼妖怪拍到咧，我就起床。咱来去找珍珠，行去夹夹。我真唔相信哦，这毕竟有这好胆敢对伊去。毕竟啊，我。哎，阿叔真是做一招无巧话呢。呵，忘记做你遐摆啊吼，遐摆哦，无就皮阿久啦。我都唔相信，我是一代圣君公羊呢。我若是拄着妖怪吼，我嘛是惊呢。哎，朱棣，去等我一下。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化。地不得有物，理法大悲心。咱人活在这世间，所有的荣华富贵，皆拢是假。人死了后，不但一角银都砸袂去，而且爱落地狱接受审判，受尽六道轮回之苦。诸位唔免惊。今日恁来到前公司，就是恁的福报。只要诸位虔诚对随病真，以病真之言行事，以后诸位百岁年老了后，都免落地狱接受审判，跳脱六道轮回，直接接引西方极乐世界。也毋过，
诸位一定要忠诚一生，假使若有反背之意，就会拍落阿鼻地下，永世不能超生。诸位明白无？阿弥陀佛。诸位，今仔日看到诸位使我发起欢喜心，我要伫诸位当中挑选一个人，收为我入门弟子，以后自然要继承我的衣冠。就是你，张天元。叔，我你唔免惊。虽然你我是初次见面，但过你我有师徒之恩，以后自然爱继承我的衣冠。稍等一下，有人带你入去内室，咱再来商谈。希望诸位精进不离，降顶极乐世界。阿弥陀。江毅啊，要算你了！江毅啊，江毅啊，江毅啊，要算你了！阿爸，阿爸，辛苦的三爸爸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等不到阿爸。江氏小姐啊，我足忝的，咱休困一下啦。哦，你忝来哦。啊！你即摆毋是已经要去挖过迄个小姐店啦？你若是忝哦，你去甲讲，你免甲我讲啦。我是惊去用威力拍啦。威力拍，哈哈哈哈哈！非常之好，你会惊我袂惊？啊？那毋是你哦，想想起来有康无顺，讲啥物在第迄个白路后壁吼，安尼行才找着进公司。哈，啊无安尼，咱会去用拍哦，这条小。我袂甲你算，啊！干事师姐，好啦，拢是我唔对，我该死，我该拍，我该拍吼。啊，斗三干无？没，哎，干事师姐，你也唔知，你是我吼心目中的偶像诶，有你吼，我人生就是彩色诶，啊，若无你吼，我人生就变乌白。干事师姐，我要永远对你身躯边吼。咁真实咧？嘿，当然嘛是真诶啊！无你看，你看我这这么鲜明眼神。你哪知啊？我是袂讲白杂的啊！碧青啊，原来你，原来你有撒盐呢！你干嘛去偷啊？啊，嗯，我捌你哦，啊，唔一天两天啊啦！你卡免搞来这步，这步你咧做电视剧，三岁第一，五岁毕业啊啦！嗯，感谢师姐，莫安尼啦！哎呀，莫使奶啦！干事师姐，你是我的偶像哎！哎呀，别再叫我，别再叫我，我正受你叫破，我就剩这样尔啦。偶像，你看嘛是，你说你，我那未输干，你是坐船的。干事师姐，偶像，偶像。好啦好啦啦，别叫别叫。这两个在创什么呀？破完了，破完了，破完了。哎呀，赶紧跑，奶奶。阿弥陀佛！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死啊哟！叔啊，你大家要做啥？你话假是你袂讲话了？我看你两个两个花香呢，啊，伫遐咧夹耳仔紧，啊，刚刚起嘴出出，啊，胡作平作啊，我你拿下来了！你干嘛哩？干嘛哩？干嘛哩？干嘛哩呀？啊！赵叔叔，你变了，拍唔着，爱拍才着啦，拍啦！干嘛哩呀？啊！你无知哦。我咧大家心目中的诶印象是遐尼啊完美，真毛，我破坏形象啊！下，知得啦。啊，无哦，你安尼规工做安尼洗来洗去，到底是当时在要找迄珍珠啊？诶，师兄，免急啦，免急啦，咱难得啦有遮尼啊闲的时间啊，对无？所以啊，我带恁两个出来游山玩水，啊，活动一下筋骨嘞。你甲看，哎呦，遮的风景啊，偌尼美嘞，偌尼漂亮嘞，搁有芳花的味，搁有鸟咧叫的味，搁有水咧流的声，搁有青山，搁有野草，啊，搁有也搁有山，啊，搁有，我想看卖嘞。好，买一百箱盐哦，哈。
规工用啊带阮咧坐咧看风景。既然讲安尼哦，我就决定了。啊？决定啥物？我决定要相亲。叔兄，不要啦，不要讲错话啦。我来讲安尼，唔是啊，我搁一摆。嗯，我是讲，我要成功，所以。我要来去进公司查清楚。啊，叔兄，唔系啦，我就是看迄花箱哦，小可有问题呢，唔敢甲恁两个做伙出来出来，那是惊安尼啊。啊，如果你若是坚持要去，我就无法度保护你咧。多谢，唔免你的加薄。哼，杜姐，我已经考虑到真详细，我相信，以我聪明，以我的才智。以我勇气，对无任何代志，会当阻挡着我。我相信，我唔免靠你，我用我家己的力量，我就一定会当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两摆就好啊，破事要紧。两摆就好啊，破事要紧。阿哥，叔兄，你那里好危险呢。危险？嗯，当然我嘛惊危险。嗯，哥，俗语讲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兄弟，听你，再走你。是，我相信，我要用我家己力量，有天定阮是立下大功劳。这么辜负着我，敢是大叔的威名？这么辜负着恁大家对我的期待，掌声鼓励鼓励！阿叔兄，那里不好啦，破了，好吗？你们要靠近我，哦，也是要靠近我，反正我就改变。好啦，叔兄，如果呢，你若是坚持要去吃，到时阵若是死无人靠的时阵，我再给你包包转来吼。我来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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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呸！我连环十八呸！我叫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啊！恁个火种真心所感动，啊，讲两句笑话话，唔得着！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嗯，叔兄，叔弟我吼叫你手臂南山，福如东海，姻缘爱河，扎西贵子。你这是在讲啥？哎，牛头不对马嘴啦！好啊，我也免帮你啦。啊，明星啊，咱来去。啊？哎，叔兄，什么？要去倒？别去啦！要去倒？嗯，我当然嘛是要去进公司。安尼，我可免不爱去。不爱去啊！哎呦，当然嘛，应该不爱去。你若唔去吼，特别是讲你拄仔讲的遐话吼，拢死全，无袂讲你好笑，吼。同款啦，你即摆若是唔去吼，你以后也免去登记离婚时啊，再去。好啦，我去啦，我去啦。啊，咱嘛够差不多，呀。多谢叔叔啊！啊，我老王也袂少，你一定要来甲我救的哦。好啦，搁啰嗦啥，行啦。哦，好啦，你老了保重嘞哈，小心嘛。哎呀，叔兄因去进公司，我嘛袂当用啊，我就爱来找我的红珍珠，红珍珠，红珍珠，我的红珍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阿孙的啊，想袂到吼，恁个头一摆来吃，生得舒服哦，我介意你。想你做地主，阿妈足欢喜的，你知无？这拢嘛爱感谢阿妈，啊无哦，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这个亲情愉快。总讲一句吼，你敢无法有缘呐？阿无哦，人阿咧想要救都救袂来嘞。阿舅，阿妈的事话，甲你讲啥物嘞？
师傅啊吼，真正是一位神通广大、得道的高僧嘞。伊拢无问我吼，就对咱厝里大大细细所有代志了解甲一清二楚哦。啊，师傅啊，佫教我真侪佛法，啊，佫有一寡做人处事的道理啦。师傅啊，佫讲吼，讲我天生都佛性，只要若对伊好好修行哦，将来前途无可限量的嘞。不要。师傅啊，对我遮人啊好吼，我应该对师傅啊表达一点仔心意。啊，对啦。顶回有一个愿话吼，甲买真侪粉红色的珍珠吼，创作几挂佛珠，送予迄出家和尚咧。我嘛想要学伊安尼，送一挂珍珠好舒服啊。你这个心意哦，阿妈一定足欢喜的啊。不过吼，即马这珍珠只干咱明珠一个人咧生产尔尔，啊，伊若要唔答应，要安怎？袂啦，阿妈，明珠吼是一个真明理的人啦，我相信伊会答应啦。搁再讲吼，我嘛想要带伊来进公司，来亲近佛法。哼，伊迄款的个性才倔强，伊哪肯来啦？未来的风雨，无人来看顾。